假设 A 集合长这样， B 集合长这样，那如果 A 等于 B， 那么请问 XY 的值。好，那集合要相等，你可以把集合想象成是你的购物袋， A 集合就是 A 购物袋， A 购物袋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 E， 一个叫做 Y-2。 然后 B 购物袋里面呢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负二，一个叫 x-3。 然后呢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啊，这两个购物袋里面装的东西一模模一样样，所以呢我就说它是苹果，然后它是什么草莓好的，那这里面一定也有一个苹果跟一个草莓。那我问你哦，它会不会是苹果？负二会不会是苹果？因为我已经知道苹果是一了，负二有没有可能是苹果？不可能，所以负二呢就只能当草莓。然后呢另外一个 x-3 就只能当苹果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么苹果就等于苹果，梨子没有梨子啦，草莓就等于草莓，所以我就知道 x 呢就等于4，Y 呢就等于负4。